大家好，我是秦岚。上一集在杜鲁达那边接到了一个支线嘛，就是要找乌拉诺斯的咒术的书吧，有三本。然后他说是在西凯斯比亚学园的古代图书馆这边。那这集一开始就先来解这个任务吧。我记得这个图书馆有四层楼。这里面有非常多的书架耶。好，很顺利的找到了第一本，是在图书馆一楼的西侧。这边是怎样，在开课吗？第二本书是在图书馆二楼的，一样是西侧。那第三本呢，是在图书馆的三楼东南的地方。现在三本书都已经找到了嘛，那就回去杜鲁达交任务。现在其实又有很多任务可以接，然后上次在神明之里接的尼尔森的秘传书这个任务也要去很多地方，现在不知道该先去哪。先前往杜兰达山顶好了，因为现在人就在这边嘛，那边有个任务可以接。这个人在这里干嘛？掘井猎人杰肯道夫。啊？现在回到了伊西村，不过这边是已经被破坏掉了。
什么？商人、保镖、情报商。啊，这个圣兽还没有被干掉。嗯，所以这个算是支线吗？好像回到这个时空之后，会有一些地方的人，需要帮助吧，就一样可以完成他们的请求，不过它不算是任务。现在先去神明岩。哇，超久没有回到这个地方欸。来神明岩应该是一开始的时候吧。他为什么会在这里？デカ、あ、あ、兄貴、行くぞ。デカのやつを助けるんだ。什么？还会回血？蛤，被怪物抓到这里。马上找到第一个人。
好，再回去交任务。好，你高兴就好。他看起来是很烦恼吗？刚刚艾玛不是还有要再找另外，两个人跟一只圣兽？先去古洛塔镇找那个斗士好了。什么？地下是这边吗？哦，好多人哦。どうしてここに？いや、そんな話は後回しだ。あれを見てくれ。大家怪怪的。みんなおかしくなっちまってる。俺が強者のエキスを飲んだ時と同じように、邪悪な力に満ち溢れてるんだ。こんな系統ができるのはアラクラトロの他にいない。でも、奴はお前が倒したはず。とにかく今はみんなの目を覚まさせるのが先だ。力を貸してくれ。体の奥から力が湧いてくるぜ。今なら何でもぶっ壊せそうだ。ペラペラララララ、おめえの血舐めたらどんな味ベラ。楽しみだベラ。また僕ちゃんと戦えるなんて嬉しいわ。前とは違うビビアンちゃんをたっぷり見せてあげる。チャンピオン、あたいあんたと戦いたいんだよ。あの時みたいに熱く激しくさ。シルビアさん、あんたはもう過去の男さ。今の僕はアラクラトロ様なしでは生きられない体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んだよ。他说斯维亚是已经过去的男人了。他的名字虽然叫帅气蒙面侠，但是他现在没有蒙面啊。行くぞお前ら、アラクラトロ様のために。哇塞，一次打这么多人哦。
本気出しちゃう。どうも。へい、メガゾーラ。看起来大家都醒了。思ったよりも役に立たない連中だったな。所詮は前座に過ぎなかったようだ。怎么又是这个怪啊？アラクラトロ、貴様、なぜ生きている？邪神の力により我は復活したのだ。はあ、以前よりもずっと強力になってな。今の我ならば強さという欲にまみれた闘士どもの心を操って我がしもべに変えるなどたやすいこと。だがハンフリー、貴様の心からはかような欲が消えて操れぬ。勇者によって改心したか。いまいましい。本当なら貴様も支配して我の先兵とし、闘士どもの暴力と恐怖によってこの町を支配してやるつもりだったのだよな。そんなことは絶対に許さん。ヤツを倒すぞ。一緒にグロッタの町を守ってくれ。しゃー、ほざくなハンフリー。貴様ごとき雑魚など我の相手にならんわ。勇者よ、邪神から与えられし我の新たな力、その身に刻み込むがいい。生かしては返さん。油断は禁物よ。トゲの餌食と。哇塞，一开始就这样。妖魔の力よ。ベホンマラ。ありがとう。せや。みなに。守りよ。終わりだ。波動は前にあり。ラ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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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ラ。
什么？是两个人一起哦？好啦，反正找到人就是了。再来来到了火焰之里，因为艾玛还想要找一个情报商嘛。我记得之前他是在酒厂里面吧，而且现在这边有一个任务可以接。什么？这样不行啊，没付钱，无言呢。该不会又要帮助他什么东西吧？王者之剑。哦，奥利哈尔刚。应该在天空谷战场吧。然后现在接一下任务好了。黑色觅食，觅宝猎人，他怎么跟刚刚那个秘境猎人有点像？之后再来解好了，先去找那个情报商。是说为什么传送到达哈路奈镇然后就有战斗的 BGM 吗？镇上有欸，可是不知道有几只。哇，中间有好大只的。
波動は我によりあら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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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ほーれはぁぜい。前面广场有一个更大只的，気をつけるのじゃ。体が熱い。皆に守りを。降り注げ癒しの雨よ。终于打完了。耶、伊西村又多了两个人，圣兽下一次再去找他好了。现在不只是有一大堆任务，而且还有那种就是可以选择要不要去帮忙的工作，其实都可以先去解一解啦，反正就顺便练等嘛。那今天就先进行到这里，我们下一集再见咯，拜拜。